大家好，我是龙明，欢迎回来我们家骑士团。那么我们就来攻略最后一个神殿吧。水の神グルーザよ、その閉ざされし聖なる腹に我を導け。哦，整顿一下。
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。不过接下来就是下一集的事情啦，我们下一集就会直接跳老样子，直接跳到最深处。对，我们中间这一段就不演示了啦，对，我们就一样不演示了。那么各位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啦，谢谢大家观看啦，希望我那边帮按赞加订阅，有什么想看的就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就去玩。那我们就下集见咯，大家啵啵。